江雪。今天老师叫我回家查江雪的资料，那我现在马上就来查吧。江雪是柳宗元大师的作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汉译是在冰冷的山谷中连一只鸟儿都没有，山径中人的踪迹也都没有了，只有一位穿着蓑衣的老翁正在冰天雪地中垂钓。这里作者用了千山万径和孤舟独钓的明显对比来强调他主要描写的老翁，如果没有其中的千山跟万径，老翁就写得平凡无奇。这个句子中也表明出作者内心中的孤独感。哇，原来如此，我懂了。